今天上午把快递全发完了，正式放假啊，我们姐俩。然后呢，马不停蹄的赶回家，下午快2点了吧？我们收拾收拾行李，准备上澡堂子搓大澡。这就是我们年前必干的三件事：搓大澡、美发、美甲。有的人还说没有说美甲的，还有一个啥呀？不知道。谁怎么冻的？不开门，咋冻这样了呢？那这不戴帽子，能不冷吗？我爸的手机落电了，然后给拿回来谢谢。你们一会儿去玩去啊？搓大澡去。萌萌呢？你好。你好，拜拜。你好谁呀？拜拜。你咋这么风风火火干啥呀？我爸每天都很忙，上班也很忙、下班也很忙，休息也很忙。这么忙、就比如说我们整牛头走了2天，他就俩牛耳啊。这是2024年的第一大笑点。倩倩，这裤都短了。那这棉裤都刚换的，也不用换了。那能行吗？得换新的。快穿衣服，快走。带你们去见识一下东北的大澡堂。啥玩意儿？咱们洗完之后在澡堂拍，之前不能拍。带你们上那个休息大厅，感受一下那个休息大厅那个氛围啊！但今天白天人可能少，一般都是晚上去。知道目的地吧？你不是长小学吗？对，就在那附近。看不是上大河吗？咱们冬泳吗？你那副驾驶已经被你姑娘霸占了。你怎么就不分大小王呢？那地方是你该坐的吗？上车就上去了啊！好不容易够年龄了，够身高了，你还不让人赶紧享受享受？进来这个门就不能给你们拍了啊！我们得换衣服了。一人发了一个手牌，就是衣服的柜，然后还有个毛巾，这个是一次性。澡搓完了，回来换上衣服，我们准备上休息大厅。这俩孩子好厉害了，在家自己带的衣服，我们穿这个体育中心提供的服装。钥匙都在我这儿呢，锁上吧啊！吹吹头发去，咱们得。走吧，上汗蒸大厅。我们今天去洗澡，感觉都包场了，就俺们四个。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。这俩幼稚鬼。你看啥呢？电视剧。这个里边是按摩区，这个里边是48度，只能待一会儿，时间长可待不住。还有一个吸烟室，哎，那是吸烟室，好享受啊，是不是？森林氧吧。给他拍了几张照片儿。拿着吧，过去。拿了几个球啊？3个。嗯，对。现在南方的好多朋友都来我们东北旅游了嘛，肯定都把这一项加到里面了，就是洗浴文化嘛。我不喝，谢谢。这个洗浴文化就是什么呢？一定要去澡堂子里好好搓大澡，不是冲，一定要搓啊！泡完了搓，搓完了之后呢，再到这个休息大厅来再休息休息，感受一下这氛围。然后呢，还有按摩区。也可以去按个摩啥的。对，晚上的话呢，就是你能买那个搓澡票，它还包含住宿，就是可以在这个大厅，看到了吧？啊，就躺着不用盖被窑，这里面可热了，睡个觉。或者是呢，他们这边有包间，就是各个那种洗浴中心，它都是有包间、有按摩这个项目的，有休息大厅。
啊，就是价格。对对对，我看网上都说年前三件套，还有五件套的。完三件套是什么呢？搓大澡、美甲、烫头发。然后五件套是买新衣，还有一个是啥来的？买毛克啊？买新衣，买新衣，还有一个是。哎呀，还有一个是啥了？我忘了啊，反正是有三件套、五件套。我们目前先完成了第一件套，搓大澡，但是在过年之前还得洗一遍，因为这两天天天加班嘛，也没好好搓一搓、收拾收拾，算是这回彻底洗干净了。找个小屋，进去躺着剪视频。这边还有电视呢。最后想起来了，五件套最后一项。是大扫除。